台语我上赞，咱邀请到两位大明星，有咱的金钟影帝吴鹏鹏，以及咱的舞台巨天王唐崇盛。三十年前在剧场的时阵哦，我咧背台词是上烂的。那练到你安怎练的？啊，就是慢慢练啊。哦，我嘛是啊，背台词上盖慢，上盖还慢呢。我嘛是啊。尾后我经过我拍拼吼，我就一个更加戆的礼拜，我就唔是。恭喜台语台每礼拜的暗时八点，台语我上阵。